这次的任务看来还不错，保持警惕，还有更多挑战。 刚才违规超车了，必须把位置让回给对手。 现在你可能会感到转向有些不足，因为你正紧随前车之后，试着尽快超车。 好的，事故已清除，我们重新加速吧。
被罚时了，比赛结束时会累积到完成时间上。 你刚才不把赛道规则当一回事，比赛控制中心不乐意了，他们决定对你罚时3秒。 前车领先6.3秒。 调整 DRS 模式。 现在后车的圈速比我们快1秒左右。 收到。
和前车的差距为10.2秒。他们还在用旧的中性胎，他们的轮胎已经跑了13圈，上一圈时间是1:30.4，你的圈速落后9秒。在本圈结束时，让你进站。
降低车速，我们的车距太低了，我们有被罚的危险，马上降低你的车速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的车距读数为负，这意味着你太快了。降低车速，虚拟安全车结束，等待绿旗，保持车距，直到看到绿旗。
安全车已派出，虚拟安全车已经派出，我们需要保持车距读数为正，慢一点，保持车距为正数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你的车距读数为负，这意味着你太快了，降低车速。虚拟安全车快结束了，保持速度，等待绿旗。虚拟安全车结束，等待绿旗。
本圈进站，